进寒冰苦日里，一家三口苦熬尽。早奔东来满奔西，一生来留白日去，本身把你无计嘛，满腹文采真聪明，就是张玉琴，二老双亲非生都能，只剩有情一子，作为在幼年之间，母亲一命身亡，后来弟弟娶了后母为来抚养幼情，与那后母言生下一子，如今张家若与弟兄二人，不久弟弟亡故，那后娘对我总有两样心肠，如今我已娶妻生子，那后母就将我们在草堂安顿。现如今，有情我草堂公诉已有十余年了，虽已满腹文采，功名利禄，想起这功名二字，真不叫人伤欢色意。二人一言上你便无法门，只有跑得痛苦，想起了我一回到老娘，
这不是我亲生娘亲中于母子亲分，何不到孩童之中到娘亲跟前家知了寡人，也可上军官考。倒不是臣此是知，到到娘亲跟前也知彼了。几万钱，喏，那个老爷啦，想哈的套子个老母翘鼻子翘鼻，刚我过不那老爷啦，已经是第两房间了。那么那老爷想哈的个老母啊，生了个儿子叫张幼儿。哎哟，一个人啦，一年多样四样刮起，总是塞得眼里，死得憋气。刚我过把我老爷啦，这都被教会这个脏气嘞。当我老爷八当成亲啊，不当个半年，老多个儿子生出来这了。刚我个儿子一年到夜来，五年当上接连三套，个老虎来都饿着了，肚不痛，尿不清，爹么要动刚，儿子么要轻伤，还是自家轻伤么，多滴两样伤个嘞。干嘛嘀咕干我啦喏个大女子啦老母他请老早不一分过分开的。干我总是希望啊个女子啊有早一年上京去观考得中啊哟个武状元用中药子个未来个老太婆啦正当时个好相逢个喏。母亲的堂，孩儿拜。那么你到我们紫叶草地喽？
怀的地道，带我再去一里地。那么弥陀佛，母亲在那，哎呀，有情那弥陀佛，那么阿弥，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人想啊，你个人不老，他不过京都当团子。母亲，哎呦，我到三人，娘娘为这儿子弄来这呀、啊？是啊，根本一帮嫂嫂，一帮嫂嫂啊。母亲在此，那也很好的所谓。哎呦，我叫侬嫂，侬尽管胆子大些，把我嫂懂。多谢母亲。哎，儿子啊，根本侬刚刚嫂了嘞。娘要问得侬子，母亲闻而何来？那侬们嘞自家的屋里向到母娘寝堂来做啥？一来向母亲问。哎呦，小人哦，小人哦，该有一必有二，该来做啥？二来向孩儿我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到此愿意要事，到向母亲讲讲啥？家你儿来，哎呦，我晓得个啦。看看穷鬼今朝上门来，不是讨么种子来家个？跟儿子宝贝啊，跟侬今朝我来问我家银子个，根本晓得侬要家多少啊？问人不多，一百两。哎呦，那，四肢大开开个银子用笨的。跟儿子啊，侬个一百两银子嫁得起，怕啥个用场呢？啊，母亲娘啊，给妹妹叫我送。Thank you.
数之人只有相见，哪有太后啊？跟那年纪轻些不懂的，老哥我得有见必有后啊！好一个有见必有后，待我太后三步。前面弄开枪一声啊！哼！哎呦，弄个声枪枪的越吵起，为主管我。多谢母亲进口。哎呦，妹妹叫妹妹叫，侬晓得侬会做啥个官啦？什么官啊？搿今朝子母娘做拨侬听听看好伐？下面侬拨我听懂。西锅头，也不像个东锅头，好像不像像
子改来的，老哥我的头像改来翻山为难，山下去难免逃回，弄得穷鬼母亲。这个地方的穷水去帮帮脚，高宁啊，那啥的帮我买个十斤台下，这个地方的穷水去啊，再帮我凶他一啊。哎，发错气，伊拉要是回到屋里想去公屋里啦，东阳个老母去我，老太婆个怕我的，发错气，让我儿子跟上去忙忙去。苦娘生苦女，苦口饮苦茶，苦命正财家，佩服张玉金，自从我嫁到张家，我们夫妻恩爱，且下生育一子，取名宝宝。只因为我公婆早年去世，公公在世之时娶了二母，生下一个叔叔，取名玉妮。正来二母的我们，终于两样心肠。婆婆与叔叔早就与我们分家，如今我们家境患病，
谁大儿子年纪尚小，官人他暗藏苦读用功，眼看是家中贫苦，实质难过，好不叫我上官非父。爱慕公爹再去加那寡人苦上金棺炕，谁知想那了老女不加寡人包也罢了，岂知我有一女小不与我，婆婆小不与你是啊，先他说道，我有情投相感染反悔烦恼。宝宝你好，我欢一声大大伯伯老大人，这话不给没分配，谁让
问你为何不去啊？哎，想你本是暖儿，唯恐失望，也遇不到之处。倒不是娘委屈，倒不不跟前前去好话一番，想必他多少不能总为家进我们的。寡人不要灰心，你且在家等待，娘委屈去到婆婆那里家来欢迎。其实娘子有此心意，望她能以不屑之情教你欢迎。寡人稍待，娘子最好。委屈去去去来。娘子她既然为我有情，再次到娘亲跟前前去接纳欢迎。但愿老娘没有母子之情，都以不世之礼。我且待此地，等待娘子归来。像我们兄弟一对，兄长与亲，如今此为嫂嫂。这里是从弟弟亡故，恨之我那母亲不好啊！将兄嫂冷可冷的，各到前面朝王举灯，只因为兄嫂家中和平，难以孤独光阴。我自今年方长大，每日在的英雄堂上吃力三套。但愿的大辈子年能够上进高考，得中功勋，思想起功名利贞，好叫人挂牵人也。
不是你呀、啊？看来还是到的为少死亡手术片刻。嗯，快进来吧。嫂嫂，见你如此伤心，不知道家中出了何事，你此去又往何处啊？不是也罢。哎，那有不讲之理呢？嫂嫂，实不相瞒，家中贫穷，官人要上京，没有咖啡，他们婆婆去讲，婆婆去小夫君。这他对不想对做不想做，难以做得了高官。至于我，再去与婆婆好玩一发，谁知道婆婆母亲她怎么样？她非但不领情，将我赶了出来。是凶手，既然大病年纪已经来到，哪有不上京之理？母亲没有银子接兄长上京，我倒有四万银子，万有十两，不妨万事打发母兄上京观考吧。啊，嫂嫂，我们正好收你的银子。哎，嫂嫂说到哪里去了？母亲既然没有母子之情，我倒有兄弟之女。嫂嫂稍待，哎，来来来，这里有我的四房银子十两，万求嫂嫂，你哪位家去接兄长上京？多谢嫂嫂。母亲啊母亲，你看不是凶手，一旦兄长上京赶考有了功名成就回家而来，我看你娘亲如何面对兄长。你母亲她可有家呢？婆婆没有婆媳之情，把我赶了出来。哦，你来看，我这里倒有银子，乃是叔叔相认，让你上京当做考本。相子银子乃是严厉送给你的，真是。哎呀，母亲啊，母亲。想不到你没有母子之情，我们兄弟都有谁做子女呀、啊？
现这是十两书本之年，我生之前用一颗上军官考，只不过家中你们母子如何安排？寡人，此话办事呢，在家千日好，为此在家你不要担心，我母子苦苦总会顾得去的。这是你策划而去，这点银子怎能够用？你省吃俭用，还是不够你娘子，既是有情，当定之也要上京观看。莫非这十两银子不够上京？就是没有这十两银子，我那摊子一路就逃，也要上京观看。官人，你乃是御史之辈，为妻十分敬佩。我见你那边身对宝郎，把这银子也当于宝郎之内，待我叫出儿子，你们父子得上。
不放心，谁管不着有情理给告诉我。弟弟，我家穷，没有东西吃，我这里还有一个病，你带在身上啊，路上可以吃的。宝宝，弟弟。这个老姑来等我，先下手为强，后来手作样。有啊，有喂，哎，阿三姐跑出来，哎，来来来，这，有无有无，看看看的嘎嘎嘎的，心心心里明明明白。谁老夫人？来来来来来，老夫人，这，哎呀，侬讲闲话哪个又敢吃你嘞？喏，今朝叫侬跑出来，跑过来我等侬我。今朝叫侬跑出来去杀人，这你？谁个？这你？我不会杀鸡吗？我会杀我。那杀人非杀人。这啥？你个？现在杀那屋里个大相公。别躲下过来，再弄个女子啊！谁是我的女子？搿你勿是我生的？我说呀，哦，哥哥我出生啊！我想到我爸爸气都气死的了，侬晓得伐？伊拉拿来问我家同龄人子，老太婆们人子一分勿介意，伊跑到屋里向去，同他爷个儿子老骂我的，讲我良心么勿好，人子么勿肯嫁拨伊，阿里晓得侬这个小猪头也讲我的，爸爸。爸爸，奶奶那个良心交关子不好，要是侬有宝贵回来了，不过是对面死了他不咔嚓一刀，侬我在不在啦？伊要我死嘛，我要伊先死。就躲下个两，就别他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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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那不会杀人吧？那不会杀了，我杀爹，我接了叫杀猪刀往里杀。哎，等等，没叫啊！媳妇不能五十两，这我还有五十两呢，还有五十两，妹妹叫给东等了，我有事体等了我。那有啊，这不刚到侬到得起，我有五十两银子嘛，那学到位哦。要是有学到你，根本侬来到五十两银子，你学到的侬五十两银子分来多的，这都一定要学个得好多多五十两银子。哎，走，多下过来啊了。喏，伊上天可以考起的，晓得吧？他被老夫这个强盗，侬要是个不声不响，轻轻叫个儿女，老个一倒一数啊！要数的。耶，侬坐坐，侬坐坐。老夫呢？哎，怎么是快个到快嘛？快呀！这钱是快扣了，死不得个。不，侬也死了，我死完的。要数的，跟我等等我，起来叫。走。叫起来个了，侬个杀声不响，个力就要把哎，干么子？要是侬个啦，杀人哦，搿一老早逃光去了。哦，谁没啦？要说的，不杀声不响。对个，有五个人啦，脑筋啊有眼疙里疙瘩个，搿叫伊去啦，杀什么个小子啦，那些东西是蛮还不稀罕个。哎，我说刚老太婆里向去叮咚接我。是呀。
君要走私，臣不得不私；父要自防，臣不得不防。岂是你奉命而来？那就吃你同死了！那，你良心刚好呢！哎，我他妈一刀都来不扎，你晓得这个是啥子啊？多相公哎，我阿里真为了杀了我，我要是把来杀老夫人，我过来叫杀子都完了，不能杀他，杀子都完了，真的要不能杀他哎！多相公，侬平常做人对我讲好，我不会真的杀了我，侬杀点啥点吃好的啊？你是要放我到死？那你是何叫老夫人交代呀？老夫人来我屋里想不晓得，给你们这我跟侬来跟你日不晓得。啊，妻子是有无老夫子有去告辞。有无你接我做来吃为何来多下个农民名字有个名字只有那一地十两书本子里听进都不像个龙了妈哈哈妈对了都这十两你在哪里喂哥你坐多下个我跟你十两年龄都不能有姓李的名字从何而来老夫你不你弄的想不到我有情一条穷苦之命竟然换着五十两分明呐、啊！有不想你的恩情有情莫此难忘只是自称他在我有情也罢老夫你跟你我为他出的好大的啥啊是子娘子宝宝就拜托于你有情告诉了老夫你两心嘎嘎太白嘛我屁屁不生日哎这么好的好到底为此老夫你这不对对哈老夫你我不过说大不要跟你多下过我来到了个说大的吃龙年哈这怎么好的可是哈你说个年这怎么这里围着个嘛来到哎干嘛啊？顶着只要救多下过来，你白发了啊！这哎呀，哎干嘛？妈说的，哎呀，这不好，这跟你应该是大的是龙子啊，怎么？哎，你应该是来动我个，他三个什么是带个，这你应该什么是带个，要是这个老夫你，这不是要输的。哎呀，这大的子，哎呀，这好吃的，哎，我跟你玩一个，来这不来了三年零六个月嘞，这个来这不过的苦味道嘛，这不是有事了。刷哎呦哎
要是这个敲，今次是老妇女是快出来的啊！这那个龙龙的哈！哎，我得一个第一个，哎，第一个嘛，这跌痛的啊！哎，哎呦，跌倒的，哎呦，跌倒的，哎呦，哎呦，这痛，老妇女哎！哎，对。老夫人洗洗大伯伯来动大概来后院堂到后院堂去牛啊！哎，这是老不了，没得弄，也没得上来了。怎么？妹，哦哟，这个地夸口是这种东西嗦。耶，谁正当飞飞用的？哎，有五个人呢，也有只眼睛乌溜溜，还是好朋友。这搞定个血啦，到底正当谁不是人血还没输过？老过来等我在，中山个血没带我，人个血没喊我，让我尝尝看。哦哟，这到现实中你那个舌头都拉趴的了。有啊，这到十万的。哎，这个十万子的，哦，等来，少些。哎，这，说到我要五个了，名字。哎呀，出来五钱，我以为呀，这到讲闲话讲不清桑，那个脑筋也不清桑，伊拉记得杀轻松打，还要问我来掏五十两银子，给谁个我打来了，我一来一去一百两银子豁脱的。啊，那个台面小西施啊！哎，侬晓得呗？这个日子不是我生嘛，也是我养大来的。今朝子侬正当不意杀他的呀？好个，等，我把这个报警。哎，等，来，马上等，我要杀他侬。哎，我把他杀死。哎，把他好的。啊，哦哟，咦。人那都要不禁吓个，自个一头老个逃得起的啦！这个，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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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吓这个死了！啦！他，弄个踢不得！他怎么？都在我上死！哎呦！哦哟！这那个皮眼跌得两颗伤子了！哦哟！哎，搿都要跌过，那我一直来挂壁啦，来到房间里向，我还勿晓得嘞，发出去让我激动一下，甚至我，哎呦，他们这来把别别晓得的了，让我样子张张想说。
你怎么哭起来了？莫非家中出了什么不幸之事？哎呀，我不哭起来没，我自家想想也要哭了。宝宝，你倒是夸奖。当我哭起来，侬要记得牢个。媳妇多娘哎，侬不晓得个，哪个老公啊？上京去观看，经过龙虎山接我的，把龙虎山的强盗咔嚓一刀杀他的。你得是为的官人。哎，那个这个不进去的，哦哟，侬再来把的，现在这个男的给你把我们这打破，哎呦。心脏上尽管靠路过龙虎山脚下，谁知道被龙虎山强人杀死了。嫂嫂此话当真？句句是真。哎呀嫂嫂啊、哎、想不到我兄长与龙虎山强盗无冤无仇，他们为什么将我兄长一刀杀死？难道就此罢了不成？我一定要为兄长报仇。龙虎山上新出兵的嫂嫂保重告辞。叔叔叔叔杨七子，叔叔他身当力薄，怎能对得起他们？倒不是带我官上前去把叔叔叫回来。叔叔几瓶包一方，但得有造风云图，包得富腿自简单。文化李天豪弟弟取名李国忠，爹娘二老将我们兄妹二人妹妹名唤天骄，向弟弟新年列造为君和父上下共沐忘恩，思想历史何等风光，何等荣耀，恨自恨朝中才了奸臣，不
不应该上天荒罪君王，是什么老弟弟与美犯自信，犯罪也天性残忍，将我弟弟却在我们，应亏家将皆是报信，娘亲为了不图累我们兄妹二人，便在厅堂侍寝，本皇对了年幼的妹妹天骄失去学位，莫不可想这的对是龙虎山上落草为寇，虽存身为三罪之王，此刻不忘李建美忠良之黑，为的是屯兵养马有朝一日为父报恩仇。一曲平子动力不知朝中消息，今晚眼见天气晴朗，我不坏我妹妹出来查探向上而去当探消息，你旁妹妹哪里来了？请兄长妹妹命里，兄长欢迎妹出来以后妹妹有所不知，至于我们兄妹二人在此山岗也有多次为兄死可不忘老弟弟冤罪未报，今日唤你出来，要你带领孙家兄弟下山而去当探消息。兄长吩咐，小妹遵命。那好，妹妹自分带了兄弟下山而去，愿你一路平安，早去早回。遵命。莫非将老下山对我站在此地看个明白？
报应，为什么要拿马路去，是要马路去到你的唇上来呢？其他这些多大本领，宽阔明白来呀，与我上。
这叫张云日，我是为兄长保全而来。哦，你是你叫张云清，还是为兄长保全而来？保什么全了？我兄长名叫云清，大不之年上京赶考，落于龙虎山下，恨之人强盗不好，将我兄长一刀杀死。我是为兄保全之父。是庄家之黑，那与家也。是这之黑，那方该是四弟亲了。黑成四弟，但不知你是谁家之家。四弟有所不知，本王名唤李天豪，老弟的名叫李国忠，昔年曾列上伪军，与庄家伯父堪称同堂好友。正弟弟被奸人残害，不应沾水无昧。天豪我带了妹妹天骄，福禄可追，只得在此龙虎山上落草为寇。虽然身未降了，时刻不忘立下的忠良之后，在此山中乃是劫富济贫，说你实在不幸退路快快。我还在此龙虎山上扫去了忠烈，你是你这兄长长期不靠，陪我山上兄弟所伤，两别此事其中听于何为何？你身在龙虎山上招兵养马，为的是为吴保全之命造成奸臣，纵不草菅人命，乃是劫富济贫吗？真是！难道我兄长没有死？
那是一场无微不至。哎，张师弟，青石从本王来到龙珠山场，对孙家兄弟三跪三拜，孙家兄弟从不为轻易骚扰百姓，也绝不会瞒着本王乱杀无辜。那些兄长一时之事，两臂其中隐于不回，也许有人忙我龙珠山之兵前去营救啊。这倒也是，张家思绪也大，他总不超前人命，难道我是冤枉于他了？啊，师兄，是的，方才是我不好，多有冒犯，万请原谅。不不不，有老师不知得何体。那好，师兄你但快放心，你虽则是忠良之儿，朝中见证在内，无法之下兄妹二人再三为道，所以要是我能够上京赶考，兴邦之名，万岁跟前举上一本，一定为你张家事情者不罢之冤啊。多谢张家师弟美言，那本官今日在此谢谢顾张师弟。不不不，何必多礼。死了，本王见这位张家四子龙最难生得英俊潇洒，却有一股率量自信，非自他家中苦等黑气，他的家中无一起色，不妨借此机会将妹妹提交终身相许啊。张师弟，师兄，本王心里有言，不知说出来是非妥当。师兄与我金玉良言，日旦色无妨。忙妹同兵，请问张师弟府中可曾娶妻？光明为人，奉迎万里配。好，见了张师弟家中没人娶妻，恼，见了先生将你路上三钢笔，就是本王的宝妹，名唤铁匠，快来与你正好年龄相仿，本王也想将相配终身相许，彼此张师弟可谓演我兄妹，眼下你是三中之王。不，只不过我与谁高攀哦？哎，张师弟和谁高攀的确还是，要是你不言我妹妹眼下是三中之王，那我快怎么亲自你就是应证？恭敬不是重命，这桩婚事我就答应就是。好，张师弟一再就好。永老师刚才不是常人，本王即刻吩咐下去，让你们两相晚会。张师弟，请你稍作准备。
来花比是我的媳妇多娘，到到老虎山的强盗两家的没隔平头，不俺的儿子还杀的，到老爷闹，还有件衣裳为证。你叫啥名字啦？郑彩娟。郑彩娟，他本你不应该私通龙虎山强盗，没事你的叔叔在公堂之上说得明明。大圣，我们与满师叔叔，他是被强盗抓走，我实在是冤枉的。啊，是冤枉啊！侬见了头老爷，有福抬起头来呢。玉在不光抬头，是侬一颗无在大胆抬头，请大人观看。我看了。哦，老夫人，哈哈，我将一捆打起来，面目凶相。哎呀，到了呀！不要吵，不要吵，三七开就是。老夫人，哎，回去好在各种事情包在我老夫人。哦，谢谢大老爷，啊，侬跟大爷打架。哎呀，我个儿子呀，陈翠娟她。不该私通龙虎山强贼，将你叔叔妹死在公堂之上，还不与我走来？大圣啊，永兵啊，将大人是犯大大错。晚上不当不走，屋里人呢？有，将他送公司啊。哎呦，哎呦，哎呦，招是不招，冤枉难招啊！你真是万幸的东西，万事是冤枉难招，不计棺材不掉泪，屋里的人呢？今日里看起来我遭遇不遭都是一样，要受皮肉之苦，免得受眼前之亏，我只欲还愿遭过。遭是不遭？我愿遭。吃遭来，走走。
个，我等下周末给他去看看。娘，妹，咦，娘没人了嘛？到啥地方去了呀？周末，小三。周末，妈妈呢？那么去盐城饭去的。哪个叫盐城饭了？那就是说老街的。啊，俺们那个我都说老街了。那么娘找你们不回去，那阿伯爹们闹，上去观看去了，把龙虎山一个强盗们杀他的，在那个龙虎山强盗两个在割平头。那骗人，俺们不会是做过这种事体哟，要割平头命还是侬？哎呦！好的，我老是告诉侬，哎，那个小西子，那阿伯家么洗碗的，那我娘坐老干的。侬听你，从今再没人要见，侬还是把我滚的。我不去了，周末我逃避我室嘞。啊，西子逃避我室的呀？嗯。跟侬四伯帮我听听看。嗯，我先吃饭。先背书。先吃饭。先背书。侬不背是不啦？不背么？啊，我背了。啊，背的嘞。听好了啊，女儿经，女儿经，周末在我身体。先生哪个搞侬读书的哈？有各种事的，女儿经、女儿经、奶奶是个活生经，啊，我哪里地方像活生动的啊？怎么能听出来？我讲是侬啊是个活观音。哎，根本嘛差不多，我老太婆本来就是活观音呀哦。搞懂了我，侬啊，法拉面要吃不啦？法拉面要吃哦。吃不着不啦？我去倒得来不能吃。啊。小西斯啦，等那个屋里向啊，总不是个事体啊。可见这个人那眼睛，我这骨头都要出血了。那要不要吃啊？怎么弄这啥？今早子了，侬屋里向封顶子，侬哎呀，弄这啥大包了？哎呀，那个小西子那个不要来呀来呀，弄要死的了侬啊！你到底吃饭是不吃啊？我不吃，侬还要不吃？哎呀，弄小西子啊！哦哟，真当王伯伯个气都气死的了，那么好。怎么在我身体？哎，弄个小猪的啊！我要跑进来摸我这活生经啊！好个，那个小西子啊，哎，在那屋里向个桃你们都一女的，跟那德西家一家头来外头去嘛，哦，不是冻死么就是饿死。哎，老太婆啦来到屋里向啊，那家等我德西家人啦，杀青上个梅兰芳，清清爽爽，风风凉凉。这个猫都摸不拉了，附近乖乖乖出来摸摸你。
不要看，我有办法弄到，得得得。哎，这个这都得来了啊！什么？银子呢？银子，我有。侬以为我偷偷偷的干怕银子呢？我是多老板嘞！别骗我啊！我骗侬是啥银子？这！哦，中到我了，店长啊！搞好了，放进来。哎，这！这！不！这这啊！我干嘛不把多想过
小孩子对待母亲夫人，对我不当我儿子，丧尽而去，寻找我的丈夫，也好找得回来进入深渊。想不到嫂嫂前来报道，是什么你被龙夫人抢到一刀射死，我一时之气为兄报仇，赶到龙府三岗平里，吃不了乃是张家师兄接过几瓶，因此我龙府三岗招亲，大别之年上京赶考，得中提名无愧，王子挂上之阵，当把石刻风光万物，再封为平凡王子真宁。哦，原来是。啊，这兄长，听嫂嫂报道，你被龙夫人抢到一刀射死，因我走起长月来了，这刀只是为了后顾啊。哎呀，爷的，你哪里知道？我哪里是被那龙夫人强行杀死？这乃是母亲，她怕我这一出头之道对她不利，因此让她命由我收纳防盗，前来取我性命。好，此时之来又是我母亲要嫁爱于你哟。哦，是。
是啊，幸亏的有情名堂，事情义务他在我的两方，尽管靠得中了夺命长牛魂。哎呀，兄长真是甚为难得，像是家中母亲势力，给我包万有少少的在家辛苦，我们到放心不放下，到国方居民身上为家之主吧。啊，言理自也有理，即使是但得名字也到罪名身上。那好，兄长，请。刘叔叔，快起来！不！哎，嘎叔叔，我不要我！是呀，我都不要我是。快到！哦。哎，这有你了，你来了，快到来，套。为何不迎？禀大人，今天有两位小爱到堂。哦，子乔。好的。我把人爹人资料吧。来，这里三人两面吃。今人命关天之事，你还是说得句稍稍要紧，对我居民身上，此事有情，来呀！已经打到，臣上小当听声。是。来呀，有。叫臣催军上当，朕催军上当。见大人，去也。是。哎呦。臣催军大人，你可有美事？你家叔叔今日在大堂之上与我同坐讲论。大人，我叔叔本是被龙虎山强人抓走，生死不明。我婆婆冤屈于我害死小叔，望大人明镜高远。你的冤情我也知道，咱去小堂去吧。谢大人，来呀，要从昆仑院上堂。
小老臣参加一案，你可有明察暗访？哎呀，杜老爷，公事繁忙，有错放过。大胆！秀女身为父母之官，理当为黎民百姓伸冤，想不到你竟然草菅人命，你的功名三靠案子全翻。哎呦，杜老爷，三百两银子骂得来个。哦，难为你是马累之官，不累人命来呀！有，叫他去受的兵，轰出宫大门。哦，还好还好，性命保了哦。老爷，有，朕催君上当，朕催君上当。大神，退堂。我才梦到玉武，他放我逃生，至今上京官考得中头名状元，母亲的你下在牢中，故害我狂马加鞭滚到此地，写来打针于你。我的冤情已经申请了，已经申请了。想你怎会知道，我将女巫打着包包到京都前去找你了。他们已经找到，待我叫他们出来。哦，是。宝宝，女巫快来！啊，女巫婶婶快来！弟弟，宝宝，哎，宝宝，娘，不娘。女巫。怎么你大人宝宝上进写的信投于我，这正是我家他的恩人，向着昆山院给予你有无同仁。不要再人哭了，叫我走过来。是啊，走等下哥，我这边走，对你个我走我的乖，不是我。你不是死不要紧，我会替你亲顾事宜。真的叫我走过来。这为你做做重要两心好，他了做什么我说什么嘞？这个做过来。哎，这多想过，干嘛子我做过来，我想到我老夫你给你想想，我威风嘞。你到底去威风威风？干嘛我那就威气噻？哎妈嘞！小女子今夜是演员，他也了。你这样不用委屈，岂不是有失体面？你该是芝麻不用委屈，大得威风呢。这多老爷来问问，我这不要走路的，这要说饺子嘞。啊，你说，你只要叫雷阳与我祈祷。这要跟我就好的呀。来。娘子，那我们也不必在这此地，离开魏家才好啊！是我们离开魏去了，娘子要去他魏府，是宝宝魏家去了。心实在，家中来想做个人，要吃要想要上心。到，和尚，月老爷到。哎呦，哪里来个月老爷了？好个，记得老爷。这都是俺屋里向个亲戚哦，上出去。
个袁老爷。三个老爷，也给他奇怪的，这我听起来好像俺屋里向个岳父差不多嘛。哎呀，袁老爷，侬这是耶啊，侬个岳父啊，这个位置啊，你是侬坐的，这个位置不是我坐的。冰冰，咱们摇摇摇，别别别，再弄，跟老爷来。我要问得侬的，侬这个官了哪里个毛坑过了都钻进来的呀？这个官啊，又钻啊！咱们谁？怎么个钻开？这不是钻那个哪里地方来的？这我他妈吓死侬！哎呦，老太婆了，正当啊，一吓都不吓嘞。老夫人啊，个官我是多想过来咔要咔得来个。那正当来都吓着头了，俺个儿子老。西外在哪里外稻香宫搿里向呢？这我俩是嘎玩是哎，我那稻香宫上去怪靠起来。那个你懂我，我叫侬不杀他，也能不杀他。我杀他。哎呀，那个小西施啦，办眼事体都办不好。这个说哪里来个？哪里来个？说喏，我来，这报告里来了三年了，怎么是我还不知道嘞？哦哟。你都你心啥的啦？哎，跟我同侬学呀！搿稻香哥干嘛来啥地方嘞？搿么到了呀？搿么磨那就回来嘞？正当啊！这侬平常两先讲拍就好，搿么回来报纸嘞？要不啊？跟那个白白你跟我哪有你搿张面孔见人呢？谁没搿张啥面孔做呢？我老早白不能想好多嘞。说个办法。好，到底搿到来吗？耶，搿到不到？我自家杀他杀死自家嘛，搿么我人也勿要做的。这我就是要做人，勿相死呀。侬想做孽？这个我想过回来，侬还勿是要死啦？对不？侬我那个陪来帮我陪不下个东家。搿么好，啥个磨人多一根刀都是啥爷磨人呐？搿吊上去了，谁真的要吊死个？哎，侬勿开始啊！哎呀，多啥个回来的啦？哎，快点，我回来去了嘛。好多来哦。死了他吧！你可说死哦！报啥？大相公喂！大相公喂来，他这。岳父，为何不见我母亲啊？这我个老夫人，多想个回来，侬要吃苦头嘞，吓死嘞！磨人一光，他上吊死嘞！办法叫我弄个磨人，搿磨人吊上去嘛，正当要死完我。老太婆啦想了个办法，弄两挂稻草吊上去嘛，谁正当吊不死我？要是吊了台井里再往没吊上去嘛，跌落来问题跟哪个老人？有大的吊了个秧歌去搞定嘛，谁是吊不死我？母亲。你还难为情死的！哎呀，见母亲！儿子啊，那回来就跑起来跑起来！见婆婆！哎呦，媳妇都娘侬娘回来的啊，跑起来！儿子啊，哎呦，侬这么做高贵的，我真当你家这面孔见哪的了？母亲哪里话嘞？你我原是一家之人，何必如此啊？搿好好尊敬之爱，我一定改改过过。哎呀，儿子啊，侬那个做官的，我谁辣眼睛谁眼勿看错，我何谁话侬会做官的呀？都得母亲敬客。儿子啊，搿侬搿么银子要勿要？我要，侬要多少我奖拨侬好勿啦？不用了，不用的。我们到亲堂去，母亲请。我到底还是你错。哎哟
道媳妇都娘些帽子都是我发的，从今之后我一定给给姑姑姑姑给给，要么谁个好点弄做阿婆，我做媳妇好的啊。哎，过去之事也就算了。哎呦，到底我是媳妇都娘好，媳妇都娘好包啥？明白吗，为夫？哪里的明白我了？怕是真的。谁真是亲生，可是你不该如此的虐待他们。如今兄长高中回来，我看你娘亲自在牢里办事务继承。东哥我出生啊，侬是我生的那个家兄呢。是啊，爷的，过去之事不必再提了啊。嫂嫂，难得嫂嫂宽容大量。那好，此番我上殿就知，皇上赐下了。忠孝独臂一块，还有文官衙门。不，我打的。哎，至于文官四下，母亲为他，你当以母亲的我还是你之好。来嘞，那，娘，当初你看不起兄嫂，你还有这张老脸打文官吗？哥，嫂嫂。你两头发头真是好福分，皇上赐下文官衙门，还请嫂嫂前来称待。哎呀，嫂嫂，像婆婆是大，我是一小，再上前犯婆婆不好，至今他已经悔过自新。这个这文官衙门，你该接婆婆。哎呦，到底媳妇都娘好，媳妇都娘好，我的。别讲啊，那是啥？周末啊，哎，侬是不是当文官啊？不是个呀，我只想当文官个呀。我问一两句，我要讲了，侬要听吗？要听过，侬讲好，快点，我要当文官的哦。周末侬听懂？哎，就听懂，听懂。多亏你周末良心好，我良心好。哎，我弟弟名一条，多亏你周末良心好。哎，我妈妈下监了，多亏你周末。良心好，哎，我叔叔主讲吧，多亏你祖母良心好，哎，我爸爸把碗烫，今日问我把门关好，我怕你脸皮要粉要，哎呀，要粉要粉，说得好，可以，哪位金色的，哪位金色的。母亲，哎，你在？小兰，宝宝年纪尚小，望你踏入我家修人之故，快快穿戴我。哎呀，我吃不了大的，我西都吃不了大的，我还一疙瘩面孔打着文官，我吃不了，吃不了，吃不了大的。你看是好啊。那日我自己在吃家文官高挂中堂，哪一户出门，哪一户来对吧？啊，爷的自也有的，即使是进文官高官中堂。那他们明早要去烧香。不是个我先打蒙啊，老三，我们更早就他。另外是上线见过的，你就是。谁不见过宝宝相杀？那姨是那个老婆啊？那姨是哪里人呢？他那是强盗。哎呀，老夫三个强盗把你再救命啊！母亲啊，你也不要这样了。我家娘子啊，没有像嫂嫂一样好吃无你，所以你可要当心了。跟侬放心，我两个媳妇一样看待我，哪里欺负三人公子了？好，昨天只有我给的。嗯，给够心脏就好。既然皇上赐下忠孝不变，还加早日